杭州亚运中华队在复合弓混合团体赛闯进了铜牌战，陈奕轩还有张镇伟两个人几乎缴出了完美表现，16支箭里头有13支都是十分，最后成功射下铜牌。就是讲一些我们一定可以，我们帮这种提升士气的话，让整个团队气氛比较好。对，因为我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兴奋的状态，其实我也很怕我这样子会干扰到学什么，可是学都是一直很体谅我，就说你就开心的去玩。这次跟他第一次搭配，其实他这样子也带动整个团队气氛是一个非常就是欢乐的样子，那这样子当然也会减轻一点就是可能紧张感，已经跟着一样走。真的好，其实本来张镇伟是说他的经验没有那么丰富，害怕影响到陈奕轩，但学姐说反而是学弟的笑容会传染，让两个人虽然在四强赛不敌南韩，可是铜牌战释放压力，缴出更好的成绩。他们最后是以157-154击败了哈萨克，射下这一届亚运台湾射箭场的第一面奖牌。Hello， 我是李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